爆汁烤全鸡，会爆汁的烤鸡，我想没人不爱吧。这次完全是老婆特殊要求，所以用了老母鸡。大家做的时候还是优先使用三黄鸡哈，去头去爪去翅尖，泡盐水两小时以上，这可是爆汁的关键。取出后擦干水分，取小碗，又到灵魂调料时间。一勺盐，一勺黑胡椒，两勺老抽，两勺蜂蜜，三勺蚝油。SPA 时间到哦！优秀的技师一定要涂抹均匀，肚子也别忘。装入保鲜袋，放入冰箱四小时以上。反正我是腌了一碗，入味彻底。苹果切块塞进肚子里，用牙签封口，锡纸包住鸡翅和鸡腿，避免烤糊。再来个五花大绑，保持造型。烤箱预热130度，烤两小时。蜂蜜加黄油隔水融化，每30分钟全鸡刷上一遍，保证你的烤鸡色泽完美。再来点喜欢的蔬菜，切块撒盐、孜然、罗勒碎、黑胡椒、油，最后30分钟放入烤箱，有荤有素，鲜嫩多汁。今日与你分享大鸡腿，老婆呢？你要的烤鸡。